来来来，伟霆伟霆，真的好，真的。我今天去参加短，太短了，因为我刚刚都在后面忍不住帮你拉一下，因为我怕现场的狗仔会拍到小白白就不好看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再欢迎俊腾。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爱你怎么难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越难了。肖大侠到底在笑些什么？广告回来马上告诉你。亲亲热热的想念，在大连的季节，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甜甜蜜蜜的暧昧，在热烈的季节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老师可以请举牌，挡，谢谢。黄杰老师，肖，黄小虎老师，肖，哇！这一关是肖敬腾胜出哎，哇塞，就是最后这样垫两下就 OK 了，嗯，好不好？我们也要恭喜肖敬腾，谢谢。我们这个阶段的比赛了哦，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， 请看。俊腾，这一场哦，你要深情的看着阿妹哦，哈，记住哦，哈，深情一点哦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卡卡，不要笑，好，不要笑，好，这一场是深情的哈，好，来，再一个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卡。不要笑，好不好？好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想象你的初恋女朋友，好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卡卡卡卡卡卡卡，继承，再一个，深呼吸，好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哦，你可以的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知道你看着阿妹就想笑，但是你再笑我就哭给你看哦，这次真的 OK 吗？好 OK 哦，好来现场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我们要一起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啦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不管说是要唱情歌啦，或者说是要看着对方的时候一起演戏或干嘛的时候，很容易笑场，对不对？俊腾那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容易笑场？对对对对，教你一个小 paper， 好，你看他们的这个地方 OK 印堂，对，你这样看眉心这个地方感觉上就好像是在深情，对，那也会笑啊，如果看到他印堂发黑呢？老师啊，拜托，好不好？看，我们欢迎伯恩跟嘉怡，欢迎他们。敬腾，我想呢，怎么讲？他们是情侣这样对唱啦，所以他们的那种感觉很自然。对，然后他们呢，这个眼神呢，也有一种深情的对望，会感染我们现场的观众。那今天也没有女伴，叶伟霆刚也比赛过了，我可以再唱啊。你有这么多的。
好，俊能啊，这么多的粉丝，对不对？是，你选谁就会得罪谁，对不对？又会得罪其他人，那到底应该选谁呢？选谁？的时候我看到他有去耶，那我们要选了半天，我们要选了半天呢，他都已经站上来了，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叫他了，好好好。那我想就是说，跟女粉丝，你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点点，我好喜欢萧敬腾哦。对呀，反正我们也知道你也是喜欢萧敬腾的歌很久了哈。对，最喜欢他哪一首歌？最喜欢他那一首，唱他唱那个背叛很好听。怎么唱来？哦，那不是他的歌的、啊。他的歌你会唱哪一首？一眼瞬间，我觉得很好唱。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。好棒哦，真的是这样子好了。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，我希望敬腾也要接受一个考验，好，是不是能够跟女歌迷叫陈点点，点点能不能跟他一起能够有那种深情的感觉？可以可以，尽量不要十指紧扣啦，浪悠啦，甚至于接吻我也不介意，可以吗？他自己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尺度是很宽的，唱完都要去收集。所以那今天不是，那今天想带来什么歌曲呢？今天你觉得比较制造浪漫好？哎，我会唱，我会唱，制造浪漫，会制造浪漫，我会唱，我会。好不好？那我们来欢迎这首歌曲《制造浪漫》，萧敬腾，谢谢。第三夜，牵你一样祈祷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。制造一些些浪漫，把它是一点浪漫累积的情感，把它制造啥呀？把它和希望，要计算又换不来就猜。但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。关于爱的能量，怎样都用不完。出的是党，高晓老师党，小虎老师党。哇塞！哇，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哦！这一些比赛呢，目前是2-2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的敬腾究竟能不能打歌，还是要做到这个终极处罚呢？好，我们来问一下敬腾啊。曾经有哪一次败给谁，然后觉得哎，我很想找机会把 PK 回来赢回来，会不会这样？不会。不会吗？不会。那我们先看一段 VCR， 看能不能唤起你的记忆，好不好？